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哲瀚。观看奥运比赛，和我一起为中国奥运健儿加油！中国加油，奥运加油！我因为本身我自己是非常热爱篮球，也很爱中国的篮球，中国国家队的比赛我也一直有看。中国篮球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我希望就是以我自己热身，我对这个方面的热爱去带动可能更多的青少年啊，就去感染他们。要我有跟他们说，要做就要做得好，做得最好。这个、体育项目最终也会上升到为国争光的层面，就是对，所以我就希望就中国以后在国际赛事上能够有更好的成绩，就是这些热爱篮球的小朋友们有一天说不定就会成为一个篮球巨星。年轻属于对，过来，张哲瀚速度很快，漂亮，空中有一个换手。好，过来之后呢，张哲瀚也是继续着自己的得分表演，对，包括投篮。张哲瀚，好球！张哲瀚又来了，张哲瀚，一打二，迎着赵爽把球上进，2+1。他是演员，你告诉我，这谁带了？不知道这个带都谁带了？哇，这下太厉害了！啊！我来这里也是为了帮助中国队能够中国梦之队能够赢得这个比赛。如果中国队没有人过去的话，我再会使用复活卡复活。